色啊。哇，黑眼圈这么厉害、哎、没碎。这是我第一次最接近梦想的地方。去干嘛呀？兴奋，睡不着，不睡觉。哦，开心开心。个这么高啊？那有多高啊？我2米多吧，应该有。哦，行，我要吓唬他一下。神秘吗？显得好袖珍哎，你的。哇，你的窝，你的窝。他的床是不是特别大的？没有，就这样。啊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，它就很小，但是厕所很高。你想要到我们宿舍是这样吗？啊，没有。帅。稍微收拾了一下。伴着味道睡觉，对，这一看是男孩的地儿。你看我够不够意思？够意思，够意思。你看啊，够意思。你看一看，你看一看。啊，林叔好，够不够意思，兄弟？把一打开，等等。当时的表情就是……好，我就站这样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看一看，你看一看。哇塞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有，豪哥也特别好。我有带，我有带，我有带你的，但你太大件。我送给你的是那个，就是我比赛上穿的、哦、穿的一样。对对对，我等一下会买。对，然后练完你看这有。三个星星代表着我们三个冠军哦，帅哦，那个很有纪念意义。然后我带你去看一看，然后讲一讲我们首钢的历史。这是我们员工工作的哦，工作的地方。哇，很舒服啊，办公的环境非常的好。北京啊，我们球队在1956年就成立了。哇，我2011年参加了 CBA 联赛，我们拿了 CBA 的冠军。这是首钢成为 CBA 职业联赛以来第一冠军，也是幸运的那一个。对对对对，2013-14年我们再次夺冠。哇！然后这2014-2015年又夺冠了，然后我们回主场庆祝。只要有比赛的东西，我都要去争夺胜利，这是我们主要目标。对我们冠军。